会救的无？会哦，会当救我。咱要求得平安，就是爱对心开始。咱爱有一份虔诚的心念，这个虔诚的心念啊，虔诚的意思就是清净、无杂念，安尼叫做虔诚呐。啊，咱要会当定定，就是啊，虔诚无杂念。那安尼呢，必定爱平时甲心顾好好，培养爱心。咱定定讲，造福人群，造福人群呐、啊，就是爱心呐、啊。咱若有福，啊，自然呐、啊，就是避灾难。咱敢毋捌听到讲啊，倒一个所在发生了什么代志？啊，咱会听到的，就是讲，哎呦，家在哦，我有福哦。本来我要去倒一个所在，家在无去哦，啊，这就是福啊。或者是讲啊，家在哦，我早一步离开哦，所以家在哦有福哦。这呢，就是咱爱时时去做福，福啊！在一来。